day 一幅 log 重庆，到达重庆，吃重庆火锅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拥抱太阳啦啦，新的一去拉萨了，飞机轮子还坏了。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们看看飞机上的美景吧。终于到拉萨了，感觉缺氧了，脚都发抖，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，终于到了拉萨市区，给你们看看第一天在拉萨住了唐卡酒店，天气还不错。去拉萨坐核酸了，顶着高原反应，走 1.5km 到医院。人山人海的核酸检测点，还要花5元检测一次。随便吃，随便吃，那多好吃的啊！给大家空空我们的晚餐，酸奶茶、牦牛肉烧土豆、手抓羊肉、香菇、卷锦。拜拜，明天再分享。